好，那现在呢，刚好不小心打破了一些玻璃器皿呢，然后上周也是一样，请学生帮忙协助做一些破掉玻璃器皿的东西的收拾哦。来，麻烦把手伸出来。好，那我会请学生说，里面，对不起，拉开一下，里面戴一个手套，对，戴一个手套，然后在外面再戴一个手套，这样的话至少会防割哦。那这些东西可以用手剪，因为现在不会那个，剪完之后放进去。那还有小碎片的地方，再请你用那个用卫生纸把它捏起来，然后把小碎片捏进去，应该是 OK 的哦。好，来，好，谢谢你。大的先用剪的，对，对。OK， 好，还有小碎片，这边还有小碎片。那如果眼睛看得到小碎片，用卫生纸把它捏起来，塞到里面去，要卫生纸把它丢掉。好，麻烦你了。